战争，孔明火烧藤甲兵，七擒孟获孤在内，羌国领兵到如今。西羌国王迷党，长子迷金，次子迷银，沮丧魏国大将陈泰之首，因此兵撤北地，镇守羌河一带。看今日天气晴和，不免带领蛮兵蛮女去至草上坡射猎一番。我说孩子们，有兵发草上坡呀！啊！启禀老大王，陈泰将军到。啊！陈泰他来了吗？正是。有请啊！有请。参见老大王。陈将军到此为了何事？奉了都督之命前来接兵。陈将军，你来迟了。何言来迟？孤将人马介于那姜维了。老大王将人马接于姜维了。啊，老大王，即将人马接于姜维，那姜维在两军阵前辱骂老大王，是何道理？他辱骂孤家，何来呢？老大王听了。讲。铁龙山的江阴涛，铁龙山的江阴涛，他那里凶啊，多高？俺与他两次交锋，俺与他两次交锋，他那里无知而逃，因此上头起兄弟之战袍，孟子也列出一份报。曹操，兵中愿同灭姜维。陈将军，孤将人马借于你也就是了。多谢老大王。慢着，伤孤一兵，赔相一员；伤孤一骑，赔银五十两。好，陈将军先行一步，孤家随后就到。多谢老大王，告辞了。我说孩子们，有兵发中原呐！啊！
小小一计，翻越丹青死了马。裴呀坤铁龙剑，庞涓五日马陵道，向羽民带领450,000铁甲雄兵夺取中原，那司马氏白毛一战，将他围困铁龙山。本帅仰观天象，见将心反于太白，牛斗逆行于六拐之间，今晚必有一场大战，为此全身披挂，整顿披袖。马岱夏侯霸觐见。马爷。苦打三军计，铁锈横万人兵。参见元帅有何将令？命令二人各带3000人马，埋伏铁龙山后，信炮一响，击杀一阵，不得有误。得令。三国纷纷勇，一战能定成功。金主将为三分力，夺取中原，一战得成。得大将三元，饱餐战的饭，全身披挂，整顿披袖。好，杨文芳啊！
进攻，将来统兵千里战，百万就是那长城新西兰，天地东道是天地水，总的祖国马日龙和韩林战天神功。原来是老大王，将威家咒在身，不能全力，老大王请了了，将威免礼。将威，你且下得马来，孤家有话对你演讲。有何言语，马上吩咐。你不下马，难道孤家还有什么大义不成吗？这个铁制人，看老大王变天变色，戴帽半下刁鞍，快去为何提枪就不辞？姜维，你在两军阵前辱骂孤家是何道理呢？此话是哪国讲的？陈太说的，难道还有什么假的不成吗？哎呀，有道是眼见事实，耳听是虚，榜儿之言不可深信。什么棒儿之言不可深信？你来看，孤家带领蛮兵蛮女前来取你首级，休走看清。老大人王，有道是知人让客三见地，我就让你一枪。什么让与不让，你看清吧。老大冤枉，再三逼迫姜维，我的娘。
为用计，心太狠，降伏。老大王人马随后就到，老臣太听令，在命你迎接老大王，不得有误。得令。我怀觐见，我怀觐见，太爷。大将表明心，三哥求有命。参见都督有何将令？命你攻打头阵。得令。Thank you.
元帅只剩下七人，我八进，起过了啊！天哪！天！孟家带领450,000铁甲雄兵，今日一战只剩这七人。元帅不必如此，回转汉中整顿人马，再做道连。